来吧 ，B 举手。我是 B 啊，我是 B 啊。啊 ？B。子睿跟刘超哎。B。呀，这组我觉得会尴尬一点吧。除掉昨天，我们有多久没见过了？你猜一下。很久没有见面了，隔了有11天。他已经清楚地记好多少时间了。一周吧。一周啊。有没？什么有没？11天。哪有十一？啊，十一天。我真的觉得，哎。俯瞰海峡，只有高傲才能看得远吧。所以就是他了，估计。感觉像在这边吧。哎，这个是。那个线索真的太扑朔迷离了，莫名其妙的，我们还挺摸不着头脑的。有种谜团，越来越混淆了，你知道吧？一开始我想汪根，然后后面那个李东阳也是那个什么。去哪儿了？说看海吧。你还好吗？还好还好。你有没有觉得？其实昨天我有一点点躲着你啊。好像有吗？可能是当时受到了那个红色礼物的影响吧。然后心情本来也不太好，我有去刻意的不跟他正面交流。反正我不知道每次，其实昨天晚上我想找你来着，但是感觉你昨天好像情绪也不太好，然后我就觉得要不还是下次再说好了。我有时候在想，你是不是不知道，你是不是不知道，其实我还挺喜欢你的。你是不是不知道，其实我还挺喜欢你的。我现在居然连这一步都没有踏出去，感觉像是别人捷足先登了，就觉得自己特别怂，怎么这么没用啊？既然我这么怂，我今天一定要努力，鼓起勇气跟你说，其实我还挺喜欢你的。啊，终于说出来了。我知道呀。知道呀。你知道就好。如释重负，我感觉他应该是心情挺好的那种。罗子睿可能是想什么，就是想尽快的表达出来吧。我说我不希望我什么都还没有做，在你心里就已经。哦，你不要有任何的压力。OK。我只是说，我觉得我应该要让你知道，你该喜欢谁就还是喜欢谁，你该怎么样就还是怎么样。因为时间很短，我们才见了不到3-4次。我这个人是需要一段时间我们去接触，然后各个方面我都大概了解了，然后我们啊再怎么着怎么着。其实我不太希望他当场给我一个回应什么样的，我就说你不要有压力嘛。